听闻人眼拥有120度嘅视觉，但系事实上，我哋每一次都只能够对焦一点，记得第一眼嘅构图。呢刻系我120度嘅世界，有幅仿莫奈嘅油画，有盆初开嘅花，仲有我唯一想望清嘅佢。原来当两个人的距离越近，景深就会变得越浅，眼神停留得越耐，感光就更多更深入。在最浪漫的大光圈之下，我望到最甜美的佢。当这段恋情的焦距越来越近的时候，我才发现，在最初的25分之1秒的曝光之中，已经为我留住最永恒完美的影像。情为光影，让爱留住。 Now 爆谷台，一起用电影去爱。